人将幸福一住在安温浪，不为数点多，不慌所动，明温自善良，静中将心解渴的路，三心受法主，各有情分佛有不懂，不仅将心渴啊，得住在安温乐，因为呢，将心渴。佛陀啊，不忍心。佛陀本来已经是解脱啦，世间一切种种苦，老早佛陀觉悟啦。但是为了众生，还是随顺众生。人间道家慈旁来来回回。同样在这个人间啊，生老病死，用这样的身形来施教，莫非就是要示范让众生了解啊？苦难中，咱有一项自在不朽生死烦恼所苦，这佛陀本来唔免过来人间，只是为众生而来人间，所以这是佛陀的不忍，不忍众生伫咧受苦，而家己呢伫自在受安稳的快乐，真的是佛陀不忍呐，所以一切都过来人间，不为数点多，不慌所动，这些名叫做温弘。咱众生啊，就是因为有点多，所以才会惹起了不慌来动。予咱袂安稳啊，啊是虾米予咱颠倒啊？那就是常乐我净无常啊，咱凡夫啊，甲认为是常，世间的形象，多一项是相助啊，一切去世间。无自相啊，将咱家己的身体，咱都知影啊。几年前头毛拢乌的啦，啊，唔知头毛什么时阵白啊？几工前才加的增加，啊，哪会搁长起来咯？咱唔知，真的。就是无常嘛，伊还是伫幸运中啊。人的身体是安尼，那去世间一切一切的物件，多一项唔是无常呢？凡夫啊，以为有常，所以啊，安尼。占有、贪着、等等啊，做做种种的业力啊，所以无常，以为常，实在世间是苦啊，以为呢是乐，咱凡夫对这的境界，咱无法度去体会，只是执。着伫迄个速度，无常为常啦，无乐为乐啦，无我为我，不净为净，亲像安尼，真呢
是宿将的点到啊，所以有了这宿将点到，那呢，得无名不慌啊，这种的不慌就动啦、啊，难免那有法度安稳落来呢，一念起啊，贪嗔痴。无明生咯，既然是安尼，那无法度通安稳，所以讲，咱爱不为所颠倒啦。这个不慌所动，咱唔通和这所颠倒，一不慌无明来甲咱摇动，那一旦安尼，就是安稳啦。这必定爱去除了这四项的颠倒，回归了觉悟的四项常乐五净，回归咱永恒真如本性，回归咱不受烦恼啊来扰动咱的身心，回归咱的本性来。回归咱的大我，以宇宙汇合在一起，启动咱的慧命，真如本性，回归到智慧觉海，会当体会一切，回归到咱迄份清净无染、正直的境界，那安呢？咱就叫做安稳啊，自信了嘛，成长。咱若无受这个四颠倒来摇动咱，自然啦，咱就会当行善、造福、结好缘啦。世间立人群中去，真正为人群去付出。这种的自信念成就，那众生开阔得乐，所令众生拢会当甲咱共款呐，不受四颠倒所摇动，互咱真安稳自在。咱有安尼的心得，咱也会当。甲众生共同分享一种解苦的路啊，解开了这个苦啊，烦恼杂念顶顶的苦，啊，看开了人世间啊，生老病死啊，啊，求不得啊，万千回啊，顶顶啊。五蕴即性的苦，完全去除，那就会当得到解苦的路啊！所以三性修法的法主吼，甲幽情分佛幽，三性那就是已经呢听闻佛法的人啊。不管你现在初学听佛法啦，也爱用心接受啊。或者是呢，佛法已经了解啦，一切为心做，把家己的心顾好啊，唔通去惹是生非，来生烦恼执着。安尼的心顾好，那则会当搁再进一步菩提角度，各有情者，自觉觉他入人群中啊，去度化众生。那会当安尼，就是代替佛陀来分忧啦。佛陀来人间，为一大事因缘，辛辛苦苦啊，莫非呢？就是要爱众生人人
会当体会，会当感悟，会当真正入灵群中，再度化辗转上道去转法轮，这是佛陀的期待。不过，咱人人爱会晓把握时间呐。佛法那哪无现在及时来信受啦？到底要等什么时阵呢？在佛陀的时代，佛陀啊，在摩羯陀国的时，有一位呢，远道来新出家，无偌久，年轻的比丘，伊想要来到佛的地方，请示佛法，但是呢，路途遥远，所以伊一路行过来，营养失调啦。但是一心啊，静寂，就是呢，要到佛前听闻佛法，但是啊，还未到城来。就迄个伫声外的边缘呐，就一丘呢，就变倒啦。这个消息啊，跟随佛陀身边的比丘听到啦，赶紧转去到静舍求请佛陀，会当去甲看卖的无？佛陀呢，就伫迄天的黄昏。昏啦，伊呢就到城外，伫迄个客栈所安住的地方去看，果然呐，一位年轻的比丘变得真重啊！比丘年轻的比丘听到佛陀来啦，真勇敢呢，想要起来。底下伫咧挣扎，要起来啦！佛陀赶紧解制止，请安住，唔免叮当啦。那好，这年轻的比丘真感动啊！佛陀就问伊讲：现在身体安怎？也会堪咧忍耐无？这位年轻的比丘呢？就讲啊，一天比一天啊，搁较难受，实在是不堪忍耐啦。那佛陀就搁问伊讲：阿弥阿弥，有虾米款的后悔啊无？这年轻的比丘啊，回答讲：确实，佛陀。我有后悔啊！佛陀就问：“你什么后悔呢？”伊讲：“我遮尔遮少年，听闻了佛法，我发心，我出家啦。但是呢，离佛遐尔遮遥远，一心一志，希望我会当。”从遥远的地方来接近佛陀，听闻佛开示，亲身呢，会当亲闻佛法入心吗？但是啊，我一个叫少年，佛法也未听到，我呢这个身体啦，就安尼，所以。我懊恼啊！佛陀就讲：“来，你先安心，我先问你吼，那你的眼睛呐，接触到外面，是不是眼睛接触到外面呢？有生这个眼屎无？是啊。”不懂，外面的境界
就是因为我的眼睛去因接触，所以外面的色入我的心来。佛陀就讲：，即使你若无有眼睛，安尼甲外面的色呢，是毋是有隔绝啦？是啊，我若无眼睛，甲外面都会当隔绝。佛陀就讲：有眼睛，若无有眼神呢？敢有法度去分别外面的境界呢？是啊，佛陀有眼睛啊，若无有眼神呢，都未去用外面的境界。佛陀就讲是，若无有眼睛用外面的境界，那安尼呢，都无有烦恼啊。这种因为眼睛接触到外面的定境，所以回答来了种种形形色色入这个眼识，和咱的心在咧摇动啊。其实唔只是眼识，你必识心拢总是有根。甲外面的电互相接触，所以呢，才有迄个受想行识。安尼，这个道理你了解无？年轻的比丘，他忽然间好像什么都觉悟啦。是啊，佛陀啊，我了解啦，就是呢，因为。眼力必摄心，沿着外面的境界，汇入了这个意，这个意呢，扰动了我所有的心，所以啊，造作了种种烦恼的因缘，就是来自于五根、五尘、五识，才会予我身心啊。这起着颠倒、动乱、烦恼的心，佛陀带着微笑啊，就向比丘讲：“安心吧、啊，你已经了解啦。”比丘呢，也回心一笑啊。佛陀呢，就安尼离开啦。佛陀离开，比丘呢？目送佛陀离开，那目睭揭落来呢，就往生啦。好、哦，这个消息啊，了后，搁再个传到佛陀的所在，比丘向佛陀讲：佛陀，迄位青年比丘呢，从佛陀离开了后。伊都往生了，但是呢，听伊讲，非常的安详啊。佛陀都讲是啊，伊已经呢，身心啊，入寂静的境界啦，是一位不可多得、离根上帝的人。啊，咱是不是？我那有安尼的离根呢？佛陀的三圣弟子啊，分别的，就是上根基、中根基、下根基。不过，伊有迄个因缘来接触佛法，五次十机的众生，那都无遐尼幸运咯吼。不管是天啊、人啊。地界五鬼畜生，是毋是有因缘接触佛法呢？无一定哦。但是呢，三十祖啦，是已经呢接近佛法啦。啊，会当接近佛法呢，是毋是上根地来接受呢？
也那无干那新闻呐，你听你闻，但是无法度去体会到，那也阁是顿根基哦。所以啊，这个中者三界火体啊，这个大火体内底这位中者已经呢感觉到啦，这个大火已经将宿命去了。所以敬佛接下来就讲二足四念，大中者就是佛啦，他呢就是安尼念吼，心内安尼想，我虽令一处所烧之物安稳出，这中者安尼想啊，看到这个火伫咧烧，其实老早呢。这位中者都真安全，伫个外面，火也未烧啊。中者都已经伫外面了吼，但是看到这个火啊，安尼已经大经厝伫咧烧啦，看到众辛苦啊，中者呢就是悲心起吼，看到这个。未当头真受教，未晓呢，即时出离啦，这些会真烦恼吼。家己呢是已经啦，老早都离开这个大体，但是还是搁在呢挂心大体内底遮多一种心，所以家己已经出大体的门啦。就是安稳，所带是伫安稳处吼，安稳乐处，这些佛陀的境界啊。心已经在大宇宙间啊，甲世间啊，去世间一切呢，完全都脱离，只是呢，觉悟的智慧不认识嘛，迄、那个悲心，看到这个大体内底啦，才惊吼，甲惯俗啦，不管安怎。还是呢，三界导师啊，对这个大体呢的众生，还是呢真挂心，看到这内底的囡仔乱着嘻嘻啊，和明明会都烧起来，这囡仔还搁底下伫咧耍啊，那苦来必心不低远离啦，做会。受足之苦吼，那是安尼，所以呢，从内心嘛升起了大悲念嘛，这呢就是表示讲，如来悲悯敏感众生，的五浊八苦所
碧碧，亲像火在咧烧啊，也阁同款呢，乱着不离，亲像一个老爸，譬如一个老爸，看到囝呢，也阁伫迄个所在，伫咧贪恋，伫迄个所在呢，也阁伫咧放荡游戏，这呢不忍心，所以开始啦，都爱应急救援，开始爱设法啦，要安怎样呢？来一一呢，来救拔出来。所以佛啊，咱应该拢爱真清楚，佛陀呢已经是究竟住即净即净土，那是已经起立涅槃了吼。既然呢，一旦他安然住在呀，无有受这烦恼所困扰，所以伊无惊无怖啊，那伫伊家己的境界里，确实呢，为众生而进步，为众生啊，那这个善一直减少，恶一直增加，这是大觉者的忧一步吼，惊怖担忧啦，烦恼啦吼，也那对伊家己呢？是已经安然自在了吼，所以啊，佛以苦以众生苦，乐以众生乐。看到众生伫咧快乐，佛欢喜啦；看到众生受苦，佛悲啦。所以呢，佛陀啊，就是三界导师。素心诸佛是大慈悲佛啊，真的真。譬如中者是为自助而进步吼，是为这个惊而惊而步，真的就是中者的大慈悲。哈，各位学佛啊！总是爱真真正正体会佛陀的心怀，佛陀用种种方法，互咱知影无常，互咱知影是空，互咱知影是空是无我，用种种的方法，用方便法啦，安尼一一甲咱教化，最后呢？回归于一时上的真理，那就是人人可成佛啊！人人呢回归如来本性啊！那咱应该爱去体会，大家人时时多用心。